常常幻想一种身世游戏，想象拼凑姐姐现在几岁，隐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过着怎样的人生。她躲在街角，熙来攘往人潮中，随时准备给我一个惊喜，告诉我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苦难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的家庭从来没有破碎，生命如花朵。投影第三场，美国的味道，投影完成。民国66年，妈妈飞美国的班机在清晨10分，她坚持我们小孩不能到机场，她不能面对这样的送别场面。记得那天你阿妈刻意早起，煮了少见的丰盛早餐，为她一向不和的媳妇饯面。最最引人懂事你姐姐的泪水吧，离席冲上洗手间，哗哗的流水声盖不住她压抑的哭声。那一年你姐姐12岁，阿迪最小的6岁，你们四个小孩轮流躲在厕所里用自来水冲去泪水，红着眼眶假装红着眼。再回到餐桌大口吞下稀饭，我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流，扛着大行李箱一切一切走向万圣街4楼公寓，在天亮之前出门了。阿妈不让我们下楼，弟弟第一个爬上去楼阳台，看着路上的妈妈，终于大声哭出来。隔着铁栏杆，妈妈的背影越走越远，我闻到一丝昙花的香气。从小阿妈在阳台种满昙花，一大盆一大盆，毫无美感，只为了摘花当料理。阿妈半夜守候，摘下绽放的昙花，加冰糖熬汤给我吃。她听邻居说昙花可以治好我的气喘病，就是深信不疑。昙花的味道就像种在我的身体，排结生根，绽放与叶味一样。妈妈和阿嬷完全相反，只要我生病，她只带我去儿童保健医院，在信义路国际学社的对面，一层广袤的平房，大厅挂号处摆着一座当时好少见的昂贵旋转木马，白色小马披挂着华丽的织锦皮鞍。打完针我一定能搭上好几趟木马作为犒赏，然后走到对面的小美冰淇淋吃香腰船。妈妈熬到转机大阪机场，才打国际电话跟我们报平安，她保证一定会搬到绿卡。妈妈明年一定接你们四个小孩到美国住。只是突然间妈妈泣不成声，我们年纪太小，还不知道她在说谎。拿绿卡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，遥远而不可预期。我很确定就在那个清晨，大阪机场收讯微弱的那通电话，开始丧失对妈妈年轻声音的记忆，母亲成为抽象的存在，我的母亲从此无声藏匿在她定期寄来的美金现钞，一张一张百元现钞整整齐齐折叠在她写满娟秀字迹的信纸里。我拼了命想象字迹背面母亲在纽约生活的真实细节，闭上眼睛，希望出现画面、声音、事件、味道和体温。可是母亲的信线索太少，每个月重复出现的字句总是：慧敏、俊智、阿梅、阿迪，妈妈在美国拼命工作，希望早一天把你们接来团圆。这个月的400元、300元交给阿妈家用，
会免住散步不佳，交60元。另外，你们每人10元零用钱。等妈妈下个月赚更多钱，再寄多一点回去。不多谢了，妈妈要赶去做工了。是的，还有一种美国的味道，我差点遗忘。日后在我游学纽约的年月，在 Brooklyn 犹太区一个老式的糕点铺子，我无意中尝到一款椭圆形状、不规则、完全没有切割的巧克力，一股苦涩的味觉通过舌头直冲鼻端脑门，霎时我浑身充塞着失去母亲的心电的童年，穿过时间而来的复杂滋味笼罩全身。我的母亲被遗忘在美国，她的孩子们被遗忘在新店。标题投影第四场，星星知我心，投影完成。民国66年，爸妈逃到美国之后，我和弟弟妹妹搬回新店老家，跟阿公阿嬷住。爸妈央求在台大对面开西装店的三姑姑收留姐姐，到高中联考考上好学校为止。姐姐已经在长安女中读2年级，爸妈怕转学影响她的功课。那几年，你三姑其实也被你爸爸倒了许多私房钱，她完全不敢让三姑丈知道，连她西装店里一堆车布边的欧巴桑都被牵连，最后。都得看你，靠你三姑姑负责善后还钱。你三姑还是让姐姐住下。台大对面新生南路，那是叫大学口，一排都是矮房子。你三姑的西装店叫永安西服号，殷实朴素，稳扎稳打。两层楼的铺子上头搭了给学徒住的铁皮阁楼。在那个年代，裁缝是要3年4个月才出师的专门行业。两个南部乡下来的愣小子住在阁楼上，每天起个大早帮头家娘扫地打杂，一整天买手布尺、烫斗、大剪刀。随着收音机里传来凤飞飞的《祝你幸福》，粗哑的嗓音跟着哼起来。日起有功耗过流水年华，送你恨爱你留，我祝你幸福。姐姐能留在台北，让我们好羡慕。跟新店区起过破落的木屋、浅蓝的乡间比起来，只有姐姐继续留在原来的世界。我们三被剥夺了一切，无父无母，只有年迈操劳的阿公阿嬷，日复一日让我们挑柴生火，为鸡包球。我们三在没有变化的乡间想念过去的一切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我们如此羡慕能留在台北花花世界的姐姐。只是我当时不太懂，为什么姐姐好像越来越沉默，脸上照着早熟的忧愁的神色，不太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在一起了。后来我国三那年一样为了联考，借助干爸家的阁楼苦读一年，有点懂得姐姐当时寄人篱下心里的隔阂。干爸干妈其实对我蛮好，每天帮我准备有鱼有肉比阿嬷家丰盛多了的便当。他们一直说要我吃得好，才能专心拼联考。可是那一年除了吃饭下楼，吃完了我就快快上楼。几乎分分秒秒待在阁楼闭锁的小世界，这不是自己的家。我一下楼，原本自然欢笑的气氛
就僵了一秒。干爸全家开始客气对我，这个寄宿者嘘寒问暖，问我习不习惯。昨夜多少伤心啼，忧伤心痛，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。今夜多少失落的梦还在心底，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。星星一眨眼，转眼数十寒暑，转眼相遇也相遇也。新店的我们三和台北的姐姐，不同的寄宿者，每天同时扭开电视和光幕，八点钟一定准时收看台视的《星星知我心》。随着剧情的进展，偷偷流眼泪。吴敬贤演的苦命妈妈秋霞，和早熟压抑的大姐石安宁秀秀，一集又一集试着和东东、弯弯、佩佩、冰冰团聚，费尽千辛万苦。我早就知道，真实的人生也是一场没有止境的通俗剧，蕴藏了多少待解的谜题。只是我家的这一场戏，并没有圆满的大结局。父亲和母，父亲和母亲在去美国两年后签字离婚。在离婚十分不寻常的那个年代，所有的亲戚尽量不让我们知道这件事。在耳语与突然晋升的缄默中，我们最后终于还是知道这个消息了。毕竟我们过早的学会察言观色，我心里稍微愣了一下，其实并没有太难过。我有点偷偷高兴，妈妈终于脱离父亲的阿爸控制。父亲一贯那么盛气凌人，对妈妈从来没有好脸色。我自然倾向同情母亲，那也是我某种心理图像的自然反应吧。我却忘了，在他们年轻时代，母亲是如何对抗整个外婆家族的反对，爱上父亲这个贫穷的少年暗房师傅的。他们之间有多少过去，或许缠绵悱恻，可能体谅扶持。昔日无言的时刻，是我不可能知道的。